喂。你家的起床了吗？起床，我刚下楼了，已经十五分钟到你那。好，我一会儿就到。哎，好。宝贝儿，我已经到楼下了。好，你稍等我一下，我换完衣服就下来。嗯，好。喂，不好意思，我刚洗完头，你再等我一下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就找个阴凉的地方等一会儿你吧，好吧，休息一会儿。嗯嗯。喂。亲爱的，不好意思，你再等我一下，不是，这都已经两个。哎呀，没事，我不急。谁让你是我宝贝儿吗？亲爱的，不好意思，你等等啊。你看，你看你满头大汗，我给你。没，应该。好，走吧。